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什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让你能够跟天人聊到去做这样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呢？其实我跟天人是3年前见的面，见了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3年前你们才第一次见面？对，说这个计划就很快就是跟我说了这样一个 long line 的一个计划，当时我都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我很想去参与进去参与。哎，这两位是我们内地 long line 的形象代言人啊，他们也来一下。当时的那个时候呢，自己能力有限，还想去参与，但是有很多的原因没有去加入。那从去年我到台湾，去台湾去做活动的时候又碰见贵人，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又聊到这个计划，对，所以我们要在内地一定要去做，要倡导大家，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做，没错，对。而且内地其实因为真的也很大，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自己平时就每天都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是身边的一些小事，所以因此我们能够把所有人聚到一块去做这样的 Love Life 的公益先行者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很多人会有这种归属感和自豪感。就像我们这次内地的主题是我是公益先行者，对，这个主题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其实也希望大家呢去关心你身边的人，从微公益开始。对，其实爱呢不分大小，也不分远近，只要你需要一个真诚温暖的心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比如说少开一天车，对，节约用水，环保也是，对，环保也是可以，在你身边的时时刻刻都是我，所以知道大家有兴趣做，真正的去实行你的行动去关心别人，这就是浪漫。是，就像刚才韩庚说的，虽然那个3年前就已经聊过这个想法，然后这一路来也是确实大家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大家都繁忙，但是都惦记着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像黑人一样，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工作，但是他只要有时间，他就一直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私底下，都在宣扬 Love Life 的精神。其实我想我的角色跟韩庚也是，希望号召大家，但是我们也把自己会变得比较缩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每个艺人啊都很想要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但是我觉得尤其在这几年艺人在做公益这件事情上面呢，一直给社会有一种，你知道他们看艺人做公益或者很多人愿意行善这件事情呢，他们都总会有一种有色的眼光来有心人士，对，是吧？对，但是其实也一同而言也好，或者是有心的人想要为社会做事情，请千万不要让他有灰心或沮丧或者害怕的感觉。没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号召大家，然后一个很纯粹的力量，我们不接受钱，不接受物资，我们只希望更多人一起先由内而外的爱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开始帮助别人，没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但确实可以改变很大一个人生。就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一个慈善的活动，然后呢，我们可能那个活动是为了帮助一些孩子，后来发现其实参与到其中有作品拿去拍卖的是一个聋哑的女孩，我突然那一刻其实我心里还蛮感动的，我就觉得说其实那一个族群是我们需要帮助他的，他反而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在帮助更多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慈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尽的一份责任，而不是说艺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包括企业也好，我觉得只要大家有心去做这件事情，就不能就是给予太多的一些有色的眼光或一些批评，就包括其实今天我们有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的，我们另外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的韩庚代言的宜春，今天我们所有衣服也是由宜春提供的，包括这些衣服我们也绝对不会去做任何的发售，然后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其中来，去帮助到一些人，可能只是一些过冬的物资，可能只是能够帮他念完中学的学费，或者说是你可以是帮助身边每一个人的小朋友一些小朋友，对不对？你们有听我们在说什么吗？有，收集起来啊！我觉得像韩庚啊，在内地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包含他愿意支持他的企业、他的厂商，
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角色。是，那包含企业在未来，尤其服装方面，在一开始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帮助他们把这些贩售完的衣服，帮助他们直接就是在医疗品质上面的提升。对，有一些孩子呢，甚至连丧葬他的费用都没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帮助他，他连基本火化的钱、买卡位的钱、安葬的钱都没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一笔钱来挪用。是，当然我们在未来，我们是不排除任何可以帮助 Loveline 推广给大家这个计划的一点任何的一个结合方式。对，那韩庚我觉得是相当重要，而且他一直怀有赤子之心。我三年前碰到他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三年后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他做事就是很谦卑，是。然后对事情，你看他可能大家看到就是五光十色，有光环。对，我第一次